贺兰，没事了，我来了。帮我把绳子解开，我的手好疼。我不会放过那些混蛋的。朱祁，我喝了，帮帮我。 回家吧，家，我早就已经没有家了。你忘了吗？我的家都被你毁了。贺兰，默示开枪。 把枪给我，贺兰，你要我的命，随时都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把枪给我，否则他们一定会向你开枪的。 是你和陈阮离杀了程昱，你现在还跟日本人合作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没杀秦程昱，我也没有跟日本人合作。听我的，把枪放下。高中奇，你好傻！我第一次假装对你有情，是为了救程昱。我第二次假装对你有情。 是为了要杀陈阮离，你明明知道我在骗你，你居然还信。把枪给我。我已经不爱你了。从程昱把我从废墟里救出来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不爱你了。可我爱你。 你真的好可怜，好可怜。